代持证明农特达也不行。赛啦，最好可以打野啦，他妈的超慢的、欸。主播这都能被骗，没有，我是抱持着尝试的心态哦，对不对？说不定我们会发现新世界啊！龙兽后期吃个 buff 都费劲，我还是觉得他去走中路好了。我们这边刷完，赶快先回家补妆，补妆态，不去跟这个剪刀碰，因为我们的伤，我们的单线有点崩啊。先上去，看，先抓那个上河蟹，然后看一下他们上路可不可以抓，因为他们双线都没位移，蛮好抓的其实。我们的单人线已经爆炸了，不理他了。我方向的防御塔正在被攻击。假装走左边，实则走右边。我在路上，来抓个中路，尝试看看。感觉那个雅尼想上。我方向的防御塔正在被攻击。剪刀应该在红区。所以我们打架小心一点。你怎么在走架？有机会被死。啊，脚大，有机会被三角草的眼看到。哇，这样都给他换得到。哇，好痛！我想拿先锋，但他们结石有点肥，很麻烦。上路好了。等一下，应该在吃龙。拜拜。没死，秀烂。对面崩喽。哦，抢到 ，nice 哦，被推这波，来这下中路拆了，人来了，老哥要走了，兄弟人来了。我快到了，快到了，好大，可以追，可以追，有打野不用怕，我在后面。再见。他想反蓝，猫咪可以上我吗？哎呀，我的，他没大的，可以打，他没大，没有立场，没有大。剑姬，你去下路单带，别来打团了，你去发育吧，别来打团了，团战交给我就好。你去把下路推出去了。
有人在旁边哦，有人在旁边哦。他死了。别开龙，别开龙，剑姬继续带，剑姬继续带，卡莎去带上，卡莎去带上。杰斯右边哦，杰斯右边，杰斯右边。剑姬继续带，剑姬继续带。我们龙不要动。这杰斯我可以杀。我方上路防御塔正在被攻击。可以看龙，可以看龙，来来来，打一下。他在吃红啊，怎么敢的？你怎么敢吃红？走吧走吧，聊天室叫不出来怎么解决？游戏内重开或重载游戏吧。我没有遇过这个问题。两只在上，这石头可以杀。可以看，可以看大龙。不要不要开，不要开，我们蹲人。那是大龙，大龙，大龙。我们四个吃剑姬，继续带剑姬带剑姬带。很强啊，我操，太喜欢这种打野了，要不然我就把少妇出不了头啊，兄弟。谢谢你，谢谢你。玩的很强，我操，要不然我上路那石头人看见我就大招，我手残躲不了，然后就要被线杀了。安排安排。你主播吗？没错，台湾主播，台湾主播。就这个名字是吧？我操，我必须去本个岛。谢谢你，谢谢你，谢谢你。有缘再见，拜拜。好的好的。哎呀，国服怎么这么有趣啊。